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天地之先，阴阳之祖，乾坤之始，胚胎将照，九九属足，胎儿则乘紫河车，遨游于西天佛国、南海仙山，飘荡于蓬莱仙境、万里天河。故紫河车运胎儿先天灵气，连母体阴怨精魂。民国末年，京城现尸婴谜案，真凶难觅，后多具紫河车埋于京城81号下，此后皆闻地宫婴体母气，百年不绝，几一其主皆遭灭门，怨念之盛无出其右，世人称其为京城鬼宅之首。